季奥运会就要在中国的北京举办，我非常激动。大家好，我叫周尔卓，我今年15岁，上10年级。2022年冬季奥运会就要在中国的北京举办，我非常激动。我很期待这一次冬季奥运会，因为我很喜欢运动，比如篮球、羽毛球、保龄球等等。我也很喜欢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冰墩墩，和冬季残疾人奥运会的吉祥物雪融融。冰墩墩是一只熊猫庞田猿，它代表中国面对世界和未来。雪融融的原型是红色的灯笼，给人冰雪融化、瑞雪兆丰年、暖融融的感觉。这两个冬季奥运会吉祥物让我想起一首歌《一剪梅》。春心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就像你和我。虽然加拿大现在快到冬天，但是冰墩墩和雪融融让我感觉到冰雪化开，春意融融。最后我想用小提琴来演奏一剪梅。恭祝2022年中国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！